我的轮胎起作用了。不能控制方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谢谢。没有，现在是长短脚的原因啊，所以我现在要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。你看啊，你只要哦，就这样，你粘在一起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麻烦盖厚一点，这样子。好了齁，这是我新的齁，新的机台齁，那个轮胎没有用齁，我只是试试看而已齁。 OK， 我有两个推进器齁，加速用的，可是我很怕它会造成我在战场上的失误。这个推进器会不会让我走快一点，我真的不太清楚，就加好玩。我还是比较习惯有机关枪，然后第二把武器是这个，直接近距离跟他打一波之后，快没有能量的时候直接干，这样就有续战力，这样好不好？啊，我那轮胎是万一我的脚啦，万一真的我的脚又挂了的话，好。那是恐龙是不是？Let's go。 看到敌人，我要去打一波。他不知道我在旁边了，中埋伏了。哦，空军干！他把我的那个机关枪炮台都打掉了。空军必须死！哎呀，我武器带够，我那个炮剩一个有没有？所以打慢，刚刚被他打掉。我靠！好样的，看一下他哦，这么多喷热气哦。他底盘有没有用那个扶着？怎么换他？这次就没有发生脚会断的事情，但是武器很快就挂了。对空炮一支炮就要15000，我没有钱做。啊，卡住了。飞机开不好真的是残念。我的轮胎起作用了。不能控制方向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谢谢，至少还可以逃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飞机怎么这么难死？那台飞机太厚了，刚刚白色的那一台。这样 OK 拖住了，这样好，这样拖住了很好。这个终点很麻烦，有人站我就过去打。这个空军一定要处理一下哦。啊靠！我的第二个武器都被他打烂了。
啊，我没武器了吗？还有，一发就好，一发就好，一发就好。哦 ，nice， 干，被他偷袭，然后我上面的武器全部被他刷光了。我的脚，不要一直在他们那边打，其实很危险哦。他们，这我是没在怕的，因为他们迟早也会把我的炮打掉，我不如直接跟他们决一死战比较快。先把你轮胎打掉，一直在给你那边跑。速度有点快，夸张。就挂这么坚持，终点啊要被占走，没关系，可以打一波。为什么要投降？就快赢了还投降？不懂哎、欸，我的一名队友建议我投降，没有，我们都要赢了，为什么要投降？不懂哎、欸，拜托那个人不要投那个，对啊，3-2，好奇怪、啊，我投降干嘛都要赢了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个人不打？很硬是不是？他没有火力啊，他的火力都被打掉了，你就站着吃我子弹了。他的炮台刚好都被打掉，所以他刚对那个飞机没准。那我都叫他机甲争霸，罗巴 craft， 因为我之前有个游戏 Warcraft 是魔兽争霸，我应该乱翻哦，机甲争霸。绿色是蓝图，你日后想要再重新做都可以哦，可以留底哦，这是我自己乱弄的哦，也不知道这个很想飞，你知道吗？两只脚然后会很想飞哦，真的飞不起来，没有意义，而且你还会翻机哦，不要乱弄。然后这个我是想说我中间盖硬一点，然后这些都用支架哦，但缺点就是我的炮台一样容易就挂掉了。然后这是商店卖的一些模型哦。他帮你雕好了哦，啊，我后来看一下他们的感觉，我后来觉得哦，如果你要雕一个形哦，你就是先在一个地方用一个长方形或是正方形，先把那个模组弄好之后再去雕你要的形，要你要的形状雕出来。那这就是说，现在这个都是现成的哦，你买来就可以把你的武器装上去哦。这也蛮帅。后来我自己有开自己有弄一个。做一个新的哦，左边这个是我的火神枪哦，我买一个新的枪哦。这右边这个是我的防空炮哦。那边我比较特别，就是说我用两层防护膜。我那时候盖只有这一层防护膜的时候，我看一下哦，就类似这样哦。那时候我只有这一层防护膜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用狙击灌过来的时候，我直接中间爆掉，你知道吗？剩一个凹字，我就变个凹字，我中间爆掉了。我现在有防空炮之后啊，我都看到飞机我就炸，先炸，不然很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飞机哦，打超痛的。哦耶！我的脚是比较用那种巨人型的，所以比较厚一点，就走比较慢。而且我火神枪要先热机哦，你看我现在开给你看，而且它很耗我的能量哦。呀，那还是怎样？哦，他狙击手，啊，这样不行，他们两只狙击手，shit。狙击手一发可以灌70000的，我用不到，我这是头上那个武器。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打到他，其实实际上是有打到啊。他们越打越高分哦，他们都很聪明，他们会先打你的武器哦。
欸，还有长刺，欸，那是外观了吗？狙击手就是这样，很麻烦。他如果先灌我的炮，我就完蛋。因为我之前也有装狙击的武器哦，因为狙击的武器一发都七万多的，很容易就被秒。但狙击手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狙击手为了求攻击力痛一点哦，他们通常不会盖很硬的样子，他们都是剑薄薄的，让攻击力加成比较高。像我们这种越来越厚的攻击力都很低，加成20-30%，他们如果越小台攻击力加成可以到80%、70%，这样你攻击7-8万再加个70%超痛。靠，我被一发狙击就18%的血就没了，没关系啊，他也不敢太粗吧，压过来就好。看他很像蜘蛛哦，狙击手，然后又那个小小只的。对，空中的时候你不能那个用那个防空弹。自从那个抽到这个蓝色防空炮，我就超爽，没在怕的。赶紧尽量打，我的肚子超硬的。我看我的手，我爆掉了，看一下。你看嘛，一个护板就是5-7万的血，然后你看一个离子炮32,000每一发。如果狙击手，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狙击手的武器哦，我有一个狙击手的武器，应该说蛮多的。你现在来给我，都已经做完了，去。狙击的武器像这一把蓝色的好了，一枪42,000，哦，57,000。如果你看他弄一个好一点的，哦，像这种一发77,000，如果他是装这个只要7,500哦，这个护盾你看基本生命值70,000多，这边71,000。像我胸前就是装这两个70,000多，他一发爆过来我就直接中间就凹掉了。我头上这个炮台哦，就是基本生命8,700哦，所以一下就被炸烂了，就这一排炮管了。他这配置很强，哇，好屌！跟我讲的也是哦，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要不要都中空啊，打不到的地方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打我左边，我就直接切换我右边的武器哦。啊，我的那个对空炮没了，shit。没有，我看到他这样，我想想算了，还是不要好了，也蛮脆的，只要被人家偷袭就真的就再见了。他是桥上狙击嘛，对啊，我直接去桥那边处理那狙击手啊，就快一点，然后狙击枪就要爆了。Nice， 有人在桥那边 cover 比较好一点。不然他们对方那个狙击手太嚣张了。
战况实在太惨烈了，我们可不可以逆转都还是不会之术。我们的狙击手终于知道他在干嘛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狙击手，真的很不想顾那个那一只狙击手，他如果来顾的话，真的好很多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炸！我就是很喜欢炸你们空军。No！ 看来是我们 GG 了，哇，占三点，干不可思议。Oh shit！ 89！啊，我没武器。真的不敢自信我们赢了。8000块啊，哦，好多。每次他丢这个好像一坨屎一样。哎，可感谢你们抽空来观看我玩这个 Robert Craft， 那我的影片在那边做个 save point，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